回了影响，失去了理智。我一定会阻止你。现在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可恶，放开我。要放他。好啊。齐星住手，放开他。不给我卷轴，我就先把你们除掉，然后再慢慢找。放开我女儿，你这个怪物。一个两个的都来破坏我的好事，我要你们全部消失。齐星，你要的卷轴在这里。卷轴，趁现在。把卷轴给他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可能把卷轴给他。竟然欺骗我，让他们知道惹怒我的下场。